辣椒的籽是怎么催呢？12颗籽儿，我需要一个容器，可以把它催苗的容器。那它保温发芽，外卖盒，外卖盒好使。哎呦，这风好大，也许是白干，但是我要催一下。我来屋里催个种。哦，用这个餐盒啊？嗯，没有别的容具了。你买了菜种子吗？不是，我拿辣椒里面的籽弄出来的。哦。温水或者凉水，我想用那个温水。怕到时候大家一忘给它扔了。放在这里，催一催。好，三天后我来看它，等它发芽了。